端午在，民间有好在传统习俗，除了赛灵蕉、食蚕蕉，在我国习俗地区还有放蛇羊的风俗，被称为放羊。大家希望通过放蛇羊，也就是放风筝，传递和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和祝愿。近日，正着晴好天气，天海区界风筝制作技艺刺激惠水唐城人邓黄松，就带着当地学生组织到操场放风筝。风筝古称蛇羊，是我国传统民间手工艺品之一。风筝的设计、造型、扎高、规划、绑背等，拢迎合着劳动人民的智慧，并在彩泥历史认证中形成出独特的风筝文化，划一道史诗歌赋之中。像儿童山黑归来者，梦将东方放蛇羊，就说明老家伙对放风筝活动的喜爱。为了解老家伙做风筝，听区界风筝制作技艺刺激惠水唐城人邓黄松去到直所学校，为邓黑伙准备制作风筝的材料。邓黄松把传统手工风筝的制作流程基本上有扎、高、怪、绑四大步骤，分为破笛、捏笛、烤笛、扎架、高达、彩绘、窗线等多道工序。每个步骤、每道工序拢必须精雕细琢，做出来的风筝才有变成为精品。到邓黄松家指导下，老家伙翘起画笔，发挥想象力，动手到纸顶板画上家己喜欢的图案。我今天专门画了两个小粽子，这两个粽子非常可爱。我画的是一条龙，然后上面有几个小粽子，然后端午节会赛龙舟，所以就画条龙上去。邓黄松答，传统手工风筝的制作需要有一定的美术工艺和雕刻梅里克基础，要做出精品无虚改。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如今市面上的风筝大多从工厂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破笛、烤笛等传统技巧只停留到老一辈手艺人的手中。传统工艺通过烤笛的方式，使笛直弯直，风筝骨架的染色更强，更耐得住强劲风力。课堂上，学生会一边细心听邓黄松讲解，一边认真制作好风筝，伊能期待着扎地行、放飞风筝。端午节放风筝，跟同学在一起活动，风筝在天上像小鸟，在端午节放风筝也特别有意义。风筝做好后，学生会冲向学校操场，到邓黄松家学校老师家指导下，放飞家己亲手制作的风筝，伊能认真成了对方少年。开心地奔跑呼喊，笑声到操场顶端鼓鼓回荡，天空也仿佛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画板，布满了老家伙有关端午节的画作。学校老师表示，制作风筝和放风筝既能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又可以放松身心，可以陶冶他们的情操，增加他们的兴趣。学生在对这些手工方面都非常感兴趣，他们在这边学得很开心。这是儿童行乐社低薪闲话放风筝，放蛇羊也是端午节的一大风俗，被称为放羊。大家希望通过放蛇羊传递和表达对美好生活的祝愿。满天飞舞的风筝，既寄托着昨日的祝福，也传递着老家伙对美好未来的希冀。端午在赛灵蕉、食蚕蕉、甲放风筝，祝大家顺顺利利。最近天气是愈来愈炎热，市民到最后周边的活动也变得频繁。为提高空乘自救呼救能力，明早市红花救援队到汉江梅溪桥侧的腰带崖投放了一批爱心救生果，并开展防溺水知识宣讲，助力水福平安。自2015年开始，红花义务救援队将提到梅溪经危险区域设立救生果，希望能够到关键时刻挽救落水者的生命。此项公益活动开展以来，有愈来愈多的爱心组织加入。没错，有爱心组织捐赠了一批救生果。今天就在寒江边举办了一个救生杆的捐助仪式，希望用我们的微薄之力来影响身边更多的人来关心这个公益事业，让更多的人有这个常识，会减少很多溺水事件。另一个
红花救援队的队员会赢得香港北区决赛的优待牌，一直投放九十个。至少九十个每条枪一红币，由德国绳索之声。为了达到警示目的，个性领导说了红白色油漆，写有爱心九十个字样，并安装有报警器。我们把它安放在了一些水库的两边，我们现在目前已经投放了大概是400支的量。我们所投放的这个区域的话，那现在目前就没有再发生过溺水事件，能够减少意外的发生，这是最好的。到明仔的活动中，红花救援队欢迎活动参与者以及周边群众，详细讲解救灾各界正确使用方法，以及防疫外交逆水事件如何正确自救呼救。随着它越来越远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救生杆呢伸给我们的落水者。叫叫声炮喂，是逆水急救界按界步骤。更多来打，就是大声呼救，拨打求救电话，连德国潮机顶杨先妹，炮声叫空瓶顶漂浮妹，以及连救生中救生框顶大兴浮骨来实施救援。记者了解到，多日最险称九湾区红花救援队将加强巡河，对违规的河间游泳及深水的控制进行控制。我们在进个提倡就是防溺水五字诀，提倡呢见义智为，就是说发现落水者，我们不要手拉手的去救助。今日是端午节期间，对日子由此本会广场了条吉主派界。2022年，沙头市彭尊运动全面体验之活动，到聆听街道马氏社区举行。前面游客可以通过亲身的体验，感受敬赛彭尊的魅力，领略荔溪湾的美景。沙头彭尊运动发展至今已经有40年，拥有彭尊彭班运动队。明早一早，不少家长就叫着老囝来到马氏，准备体验彭尊运动的乐趣。网顶看到有只樟木下去，搞啲流水上有意义，了真有眼端午在后，吼，哎，了老囝也从咱北买过来，就来听下，看，哎，过年老囝嘛，增加了个勇气啊，锻炼嘛。有边去老囝有更好的锻炼机会呐，接触大自然，彭尊都还顶过，还是有可能这个感觉是非常好的。当老囝交老囝来体验之后，有边呢呢，去更好的去认识这种物件。彭尊运动是一项接竞技娱乐。广场探险一直体界体育运动项目，老健会杨胖奇胖拍客海浪，正称感受之行海上运动、桨板运动，当然吸引了不少前面游客前来观赏及体验。据介绍，汕头是全国独一无二拥有内海湾的城市，大家也期望以后能够有更多的水上运动赛事到汕头落地，助力发展海上旅游产业。希望以后更多的前面控制。包括游客来参与到我们这个活动来，让更多人认识我们活动跟爱好这个活动。虽然明早是好时节，但在往马氏铁托的前面游客还是络绎不绝。前面游客正称欣赏海岛风情，享受景区难得的秀爱。不过，现场有一撮人随手将垃圾杂物过到沙滩，影响环境卫生。对此，相关单位提醒前面游客，爱自觉遵守社会公德。公共特殊，爱护公共设施，保护生态环境。呼吁大家在节假日到来的时候，也要服从岛上的交通秩序的人员的一个管控。然后到岛旅游的时候，大家要注意个环境卫生，保护我们的这个生态环境。然后夏天在海边的时候，也做好相关的防护措施。吃酒莫开车，开车莫吃酒。这本是每一位嘉义湾龙应街十几亿心嘅重心。这样子，更是有一位男子吸毒吃了13支啤酒之后，发自我感觉良好，开车上路，结果被交警部门查获。澳国入九河零星，交警兼平多队沙东队的民警，到剑洪路石卡斜出走的警徽，期间能停一辆沿剑洪湖路自东向西行驶至下架市场在路段的小汽车，并进行检测。车辆搭车下路，一股浓浓的沼气从车内飘流出来。职工民警用酒精吹气测试仪检测发现，该驾驶员处于醉酒状态。然后严重塞车，所以就再加速爱过，一共两天的。现在酒精吹气的时候，达到这个醉酒的标准。警车驾驶员生肖是乌白相陀能，
据伊交代，五月廿八号尾，伊独自前往到金平区某牛肉店食夜宵，期间食了13瓶330毫升的啤酒，随后回来。到来休息了点偌钟后，用技术抱着侥幸心理，开车再往华新城。不料，大车开上路就被民警查获。喝了10来瓶，自己一个人，后来然后就回家了，在家里休息，休息差不多一个来小时，然后朋友给我打电话，我就自己就去开车。经此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肖某生检的血样每一百毫升血中乙酸含量为192毫克，交警部门已怀疑涉嫌危险驾驶罪，对肖某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肖某为此也懊悔莫及。自己的那个行为啊，就是对别人跟对自己的家人还有小孩都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现在就很后悔，希望大家以我为戒，就是说酒后就不要驾驶。目前我市交警部门正到创始范围内确定查处酒驾专项行动，交警部门提醒广大驾驶员，无论何时何地，在黄麦铺户侥幸心理，酒后开车上路。警方就是呼吁广大驾驶员一定要提高这个警惕啊！酒后不开车，酒后驾车后果非常严重，容易发生事故。为提高全民爱眼护眼意识，提升市民群众的整体眼镜抗水平，多立立全国爱眼识常识，上头国际眼科中心。两下此为强击，此东上黑健康教育指导中心等单位多次区举行全国爱眼之活动，及汕头市自通车少年爱眼护眼歌发布仪式，更等倡导关注全面眼健康。再话，汕头国际眼科中心多次区大约海纳天地声入体，开展眼健康科普公益活动，举行护眼比劫科普导致枪战仪式。并发布汕头市自通车少年爱眼护眼歌，歌曲采用调双簧眼乐场，执手欢快，积极阳光。内容包括了自通车少年预防近视的正确优点，指导人脑结合，从小建立爱眼护眼的意识，懂得保护眼睛的重要性。在教育局的主导下和卫健局的支持下，我们就主创了这首歌。它于娱乐、于科普、于我们那个专业的这样的一个知识贯穿始终。这样的一个歌能够在每一个学校唱响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回到家里头也每一天能够唱的时候，那我想近视防控将不再是一个口号，而是让我们人人关注这样的一个问题。活动现场，眼科专家花卫学生会开展免费眼健康台车，未能建立健康谈话。我身边有很多同学都已经近视了，我们应该更重视我们的眼睛，少看电子产品，多眺望远处。望远镜点么啊？因为咱打胶送胶了，唔会死了就无车。唔到老气鼓鼓来就剃秃，但系拄到一个机会，会欢迎。感谢啊，感谢啊。那么对于儿童青少年，主要是一个近视的问题；对于成年人呢，有很多的，包括说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青光眼啊、外伤啊。还有包括有高度近视的视网膜病变，还有到了老年人会有这个老年黄斑变性等等，很多疾病都会影响到我们眼睛的健康。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要定期到医院去做检查。面对学生近视听显教学生低龄会单独会出席，我只想要成立了专门的近视防控领导小组和近视监测与干预指导中心，卫健教育部门及汕头国际眼科中心等单位主持开展了一系列近视监测及干预项目，其当中包括开展全市全国各地近视监测小区采集、近视防控山上山下科普工作、偏壮儿童青少年眼健康科普指定、下力推进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我们国家发布委联合发文，要在全国范围内对于我们国家儿童青少年的这个近视的发生呢要注意，所以现在呢就是要全社会对这样的一个问题进行关注，而为对于我们提高我们整个全民的这个身体素质和眼健康。因为不会当在搞后座能做的想到因为不会改革的病塞路欧手，接下来会搞之前国家地理保护标志山病因城市起家门，白水车陆续上市，听得今年的西路奥数的山岭看白幕，那坐下来去听呀。这段时间，朝区西路顶赖社村的村民就像热日的太阳，起高特别早。
每早七点外，乡里的羊尾集市就已经人声鼎沸，挤满了买卖羊尾的人。什么就叫出边，什么店来在地群众户外就叫叫什么能叫来逛，就他们就来下播，就我们就飞过来，挂地他们就来订下就叫，就是黄皮黄杂。我这里嘅检就是在罗沙贝纳，即系市境，跟住群众加撞车，按这只车型撞车才有群众嘅。西路店有得听独狗嘅自然优势，刷地土壤肥沃，而且项目多种矿物质，非常适合羊背生长。特别是王松羊背养根不灭，已经获评国家地理保护标志刷边。上等嘅王松羊背，听深紫红色，覆水而收水。随手叠一个冰箱，把我的观念跟味蕾亲密接触，酸甜感让人回味无穷。来下个羊背名扬四海，就是关于那个土著多就对，土著就是适合整这个那个乌松羊背个地方。这边乌松羊背都是叠都是头高背都是三板，乌松羊背这边都是比其他羊背比较为了恶性素样，伊个产量就非常少就对。桂龙达今年刚好两家族气候适宜，欧松羊尾的产量比往年有所增加。日将着端午假期，伊人也拍开自家大门，欢迎西方游客到桂亨冰箱亲自采点。今年的雨水为了低，俺门起的饲料价都是50元左右，今年大年口感品质非常好。据介绍，近年来西路镇创红利用山区优势资源，对乌松羊尾的冰舍增加优惠和开发改良，不断扩大乌松羊尾这只黄山地水果的正式名字和双汤推广力度，提高西路镇羊尾旅游的知名度和满意度，正式步入山区农业经济。花后的果子做在高考了，为了让农家会能够捏出创红的营养，可能有家长会设法为农家改善饮食，无所心知应接自保病，希望帮助老人补充营养，增强记忆力。遐高考冲绳期间，制作方法是否有效？考生的饮食应该注意提出问题。咱还是来听听卫生的建议吧。前面刘先生有个表弟今年准备高考，刘先生他随着高考临近，也表弟有啲嘅焦虑，睡眠嘅饮食方面出现了直错问题。甚至在紧张在白天或白下，加上老囝的爸母十分的担心。他最近的胃口啊，各方面啊，感觉都不是很好，有时候甚至就可能紧张啊，或者是压力大，都吃不下那样。然后作为我们家属的话，我们也不敢给小孩乱补嘛，对吧？然后就想请教一下蔡医生，在这饮食方面要怎么样控制？大阿公。有出成果，经常会把肠胃甲心清凉气阻滞，担心病人的时候会打空肠垮肚。卫生指出，只要起食时脑肠的通缩的打，就是大脑甲肠道有密切的关系，可以相互影响。比如当情绪紧张的时候，往往有白舌、白疼、肚不舒服等反应。当跟我们紧张压力影响到我们的肠道，包括我们消化液这些的分泌有关系，分泌减少了，还有一个就是肠道的蠕动也会偏弱了，所以就会产生这一系列的症状，那么这症状呢，我们认为是正常，但是我们是可以采取一些措施给它避免。遐考生可以采取咩措施来避免呢？卫生表示，可以到心理上隔离，增加信心，并到饮食上避免诱发症状的折磨。高考正特下开。到高温高湿的环境中，食物会腐败变质，所以一定要顾忌新鲜卫生的食物，妥善补充，合理烹调，别吃加味菜，还避免吃辛辣刺激类食物，卡硬的饮品、甜品、水果等尽量别吃，以防肠胃不适。因为这时候，因为细菌也是比较多了，容易感染，像那些不洁的卫生、不洁的饮食、冷饮。好，那么这些我们就尽量要少碰，特别在这个最重要的这个阶段，我们要以平时正常的三餐饮食为主，特别是要增加这些碳水化合物的，它这个提高我们的能量，提高我们的血糖水平，有利于我们大脑这种高能量的消耗需要。在这个季节呢，最好有一些是我们可以用得到、吃得到应季的食物，那么有像瓜类、黄瓜、苦瓜、西瓜，这个季节是刚刚上来又比较合适，
有些消暑啊、健脾胃的作用。针对直出的这样为了脑镜，确诊淄博病保健病拢解换摆落去的问题，卫生指出，淄博病保健病不能代替这病，蔡王买做本末多地的事情，爱市民保脑保健病，这保方法最划算。夏季到了，那个我们那个出汗也多，所以就是我们用医学的话，就是说有津液会亏损，那么这时候我们要把它补回来，还有这个暑湿也比较重，那么这时候我们的玉米芡实是在我们这一带是比较多的一个食品，那么这个我们可以煮点甜汤也好，猪骨汤也好，非常适合我们考生补充的。当然那个像百合啊、莲子啊，那么这些有点解暑的作用，那这个煮点甜汤、清汤，来调节调节，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卫生发强调，若是临近考试，家长若要保持平常心，尊重考生的饮食习惯，卖造成调整考生的饮食，既不增加考生的心理压力，也能减少考生的肠胃道不适。拍死病人，只得死重。近日，直接人病大学欢迎助理招聘启事，引发莫要热议。其实啊，这是高考开辟欢迎助理岗位，吸纳毕业生就业，唔多让个人有机会继续从事学术研究，而且话有效忘改了就业嘅压力，是直接另外就业嘅方式。根据人病大学就业新生网嘅消息，该校已开辟欢迎助理岗位，吸纳毕业生就业。经超部分写明，博士研究生毕业每月4000元，硕士研究生毕业每月3000元，本科毕业每月5500元，按月发放。学校为昆阳助理缴纳社会保险。事实上，昆阳助理岗位到高考当重蹈已久，好在人可能并了解高考昆阳助理岗位的政策背景，我把学校招生甲昆阳团队招生划了等号。至少呢，高考昆阳经费最强中高，昆阳机构的团队有了更多自主权，可以根据扩大需要，另外招募项目制、下档制的助理人员，作为基于硕士、博士、博士后承认是人才结构的补充力量。学校更负责人事审核和学生管理。工程山生高改，往往以对昆阳人员进修组成的认识不全面。其实，在基本工资以外，或在招聘启事当中写明了提供与零六甲成果相匹配的报酬。昆阳助理本身欢迎参与扩大的职校分配及专项任务的劳补报酬，按劳分配多劳多的，也经符合昆阳工作的实际情况。这意味着昆阳助理的所得收入可能远不止4000元，而不同地区、不同高校、不同团队之间也存在加大差异。近年来，沿海福德地区的直错转型扩大组甚至开出人够以体制来加职工的征招，以此来吸引包括博士后到来的专职昆阳人员。因此，不考虑岗位具体要求、高考配合条件、地理区域以及当地消费水平，讨论博士师才恩能不能招高能，根本无实际意义。工程对博士群体学到学术加了直上路径，这也是黄氏点上博士两个字，总能带来更高讨论度的原因之一。直出自媒体也想以抓住这个点，抛之正义为对，制造社会焦虑。大交代，博士就业也是就业，社会公正对博士的认识更全面了，舆论也就被片面的信息多片了。